我是江仲伟，哦，那目前的话是担任这个蜜汁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。我们这边叫蜜汁社区嘛，哦，他以前的早期的移民呢，来到我们这个山里面，哦，他发现说，哎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平原，那其实走陆路的话呢，不好进来，这里是一个很密集的山，早期的话呢，都是种植杨桃，杨桃树，那。曾经有，以前在我们南溪御景这个区块呢，他如果种植杨桃的，他不管他是不是在蜜汁这个地方，他的箱子也都会打上蜜汁的名字。这个地方产出来杨桃的品质都很高了。哦，那因为现在国人不吃杨桃嘛，这个社区呢，它变成这个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蔬果。那其实，在日本呢，有一个名词叫做"里山"呐，哈，里山。那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在地的社区的营造呢，就是以我们的大山、大水去做这个景观的营造。哦，现在我们目前的话，主要都是跟我们的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呀，哦，他去做这个配合。哦，像我们就有做这个龙坡步道的修建。哦，因为这个龙坡步道以前早期的话，是我爷爷去种植了6000多棵的桃花心木，然后，那他因为后来我们就没有打算要把它砍伐，那其实它是一个很生态很完整的一个有一个林相的空间呢，把它整合起来，啊，把它做成了一个休闲的环山步道。哦，那在水环境的部分呢，因为我们这边的土地公庙。哦，它有一个故事叫做"星月传奇"啦，吼，那我们也有把这个步道串联到它的周围这些环境。早期的话呢，因为其实人口外移是偏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啦，吼，我们现在其实有跟学校做一些合作，就是做这个移动式的住宅，哦，让它可以拥有到乡下来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，而且呢就可以住在它耕作田的旁边。哦，可以让他比较贴近他原本想象可以到农村里面的生活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在早期的话都是从水路上来，所以其实有2座土地公庙，它是位在这个。从水路连接到村庄的中间的中继点，所以其实也有像《星月传奇》这样的一些历史故事啦，哦，有一些野史的故事。那也有像我们这个士林宫，哦，它有一个过刀桥或者是放水灯的活动的体验的文化。像我们的建筑就是闽南建筑嘛，那可是我们这边因为在山上，早期的建材呢就是用竹子去做，所以它这个。三合院呢，有很多都是主管屋，那它是属于这个算文化遗产的一种了哈。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嘛，哦，那其实有很多的旧有的文化，比如说像我们的龙眼窑啊，或竹管厝这些哈，它其实在它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技艺啦。哦，那其实它如果没有这个手艺，如果没有流传下去的话呢，它慢慢就会失传掉了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曾文水库的水质水源保护区嘛，吼，其实它是帮我们保护了一个很纯粹的土地，所以在这一块土地上，它是不能有污染的工厂或者是产业在这一块土地上去种植，因为原本这边的居民都是以农业去做它的主要生活的经济来源嘛，那所以其实我们采用了一个普门农法呢，常常会使用。这个鸡，这个农业的好朋友，它其实会到农地里面，我们把它驱赶到农地里面呢，它会去帮我们去捡拾这些落果，然后顺便帮我们松土，顺便制造有机肥。那在饲养的过程里面呢，它还会顺便产蛋给我们做这个副产品，哦，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经济的概念哦。
那也有创立一个农产物直卖所，让农夫他在农忙的这个期间呢，他可以把他的商品上架，可是他的人是不用在这边去看顾啦，那我们本身呢也在推广我们的在地的水果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做在地的水果风味餐，就是让游客来不仅可以看得到采果呢，就是可以摸得到，然后又可以吃得到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推广的。其实我们在山区的话呢，最主要是有成立这个不同工项的志工大队啦，那比如说像我们就有环境的志工大队，那另外有一个呢是绿美化的，那也有另外一个是关怀型的志工。偏乡的话，人口的老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啦，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有我们的志工呢去做这个关怀，去做访视的动作。那我们也有配合我们的里办公处啊，还有像我们的活动中心，它是一个关怀据点啦，那可以让我们的就是比较年长者呢，他会有一个休闲的地方可以去。那其实我们也有在做一些这个绿色疗愈的这些活动啦，像我们最近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上板的门牌，让它结合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居民呢，他其实可以把美学这个东西带到他的生活里面。我们社区的活动的话，主要就是电话问安嘛，然后有志工访视，那也有送餐的活动，那也有跟这个像中华医师 USR 争取一些像 AED 啊这一类的医疗器材。那上次我们中华医大 USR 也有带我们这个医检所的这些学生，来对我们社区的居民呢做一个免费的义务的这个服务啦，所以也很感谢，提供一些就是健康促进的设施啊。其实我们早期的话呢，就设定三个方向，一个叫宜居，第二个叫热火，第三个是叫归乡土啊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我们是把它更进化一点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社区营造的工作呢，在永续的这一块呢，其实去发现问题啊，然后寻找帮手进来帮忙。其实我们这边相对居民的年龄也比较高了，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很快乐的活着，不管是在陪伴或者是关怀上的做比较多一点的工作，让他们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可以活得很快乐，这个叫做创生嘛，就是原本的旧物件呢，我们把它稍微改变一下样貌，让它用体验或者是游程的方式可以创造收益，让它可以继续流传下去这样。